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Look at that signal. 20, 30 plus over. Look how clear it is. Out of China.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26号在吉隆坡会见中国政府特使，外交部副部长张业瑞。张业瑞说，当前搜寻工作仍然是当务之急，绝不能停止，也不能懈怠。中方将进一步加大搜寻工作力度。我们希望马方加强与中方的信息沟通，全面准确地提供有关飞机在南印度洋终点近期和证据，全力协同有关国家继续开展搜寻，并做好平和家属的安抚工作。 表示马方将会就权力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集中力量在南印度洋相关的行业展开搜寻。马方正在全力做好有关家属的安抚等工作。迟迟未见踪影的客机、乘客未卜的乘客和扑朔迷离的真相，所有的间谍都让飞机上乘客的家属们痛苦难当。然而，就算飞机上的飞机组酒店负责与众多中国乘客家属沟通服务的马航人员居然突然的消失了，电话也无人接听。 这让家属们更加的难以接受。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王新月发布的报道。26日下午，在丽都饭店举行的家属集思公报会上，马来西亚方面表示，马航工作人员与志愿者突然消失，由于他们担心家属由于情绪激动而导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之后，马来西亚驻华大使向家属承诺，会从当天晚上开始，为马航家属直接对接的秘书处重新正常工作，满足家属的一切需求。 信息传递不及时、不透明，是家属对马来西亚方面最大的不满。家属们表示，尽管他们不愿意接受最坏的结果，但其实早已有了心理准备。现在的诉求是能够知道真相，希望马来西亚方面可以公布信息的细节，这样才能给亲人一些交代。我们有能量，你们讲。我们现在已经，现在了解这件事，说的是他说到的，既然这么说，他可以说一个真相。记者王新月。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王新月带回的报道。在乘客的保险理赔方面 ，You're a radio op. You appreciate a signal like that. Listen to that signal. How clear it is. 马来西亚宣布安排这次飞机坠毁之后，中国人寿立即启动了相应的紧急理赔措施。ICAO 7410 baby. 这次人寿总共的理赔接近900万，有32名客户。 另一方面，乘客的家属的有关诉讼已经开始了。美国芝加哥瑞贝克律师事务所表示，他们已经于25号向美国伊利诺伊州库克郡巡回法庭提交了对马航全客机320只噪商、多音公司和承运公司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调查申请，正式启动民事诉讼程序。这项事务所曾经代表韩亚航空遇难的家属索赔。 而对于申请是否能够通过呢？律师方面表示没有任何的问题，只需等待几个工作日，法院就会揭发。目前，委托瑞贝克律师事务所的 MH370乘客家属已经有十几位了，而且主要是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尼，仅有中国乘客家属和该事务所接洽。他们打算为每名乘客向马航和波音公司索赔数百万美元。 中国继续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的最新报道。习近平26号在巴黎同法国总统奥朗德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回顾了中法建交五十年的成就。